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塔莎的花园。那今天的园艺小知识呢，我们和大家介绍一种夏季铁线莲比较常遇到的病害，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种病害，它叫做白绢病。那白绢病呢，它的病原体呢是一种叫做奇疹小核菌的真菌。那在发病的初期呢，它的整个的地上部分表现出的症状就是一种脱水的症状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给它浇水呢也是没有用的。那到了后期以后呢，它的整个盆土、土壤的表面，甚至盆土的底部呢，都会布满白色的菌丝，是比较恐怖的。那白绢病呢，我们主要是以预防为主，预防的方式呢是有两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多菌灵，在配合浇水的时候呢，给它做灌根的处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去改善铁线莲的种植土壤，因为铁线莲呢是一种比较喜欢碱性的植物。那所以在种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它土壤里面加入足够的稻壳炭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让它整个的土壤的环境变成碱性的，也会大大的降低白绢病的发病几率。那么如果你家里的植物一旦得了白绢病的话，我们给大家建议是直接扔掉。一来呢，这个白绢病是一种非常难根治的病害；第二个呢，它非常的容易随着我们浇水的动作，从盆土底下流出的水呢，蔓延给其他的植物，传播开来是比较危险的。所以呢，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扔掉为好。好了，那这就是一个关于白绢病的小常识。那么如果你也喜欢园艺，欢迎关注塔莎的花园。